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拌面，这个是鸭料，之前炒的那个土鸭，剩下的应该是酱，这个用来拌面是最好吃。该吃面啦！哎呀，好多面面喽、哦！啊，蛋宝宝，蛋宝宝啊，耶！那宝宝的蛋宝宝呢？来，该吃面面喽！啊啊！啊，宝宝的，哎，这是你妈妈的啊。给你奶奶夹一夹。说奶话了，又说啊，给你奶奶夹一夹啊。嗯，好吃。你看。嗯。弄下干的。我们感谢啊，有人。要吃啊！没那么空，要没接。钓人。才干净，豆豆就刚接饱了。哟。爸爸吃饱了，你吃饱了没有？